大家好，我是 Number Six。嗨，我是黑马明慧，我是快报子嫣，我是艾薇安，我是微微马维，我是 Jesse 嘉轩。很开心可以来到高雄的乐购广场表演，然后也很荣幸在这个开幕时间可以跟大家见面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在 Gucci 的柜上有进行一日店长的活动，那也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体验爱奇机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在里面跟大家有互动哦，然后还会玩游戏，所以请大家等一下一定要跟随我们 Persis 进到富士按摩营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闪耀爱奇机的一个活动，请你们再往前站一点哦。哦，好，我们要 setting 机器，谢谢。那么我们把机器设定好之后呢，各位，因为我们 Persis 为了我们的爱奇机哦，他们当代言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尽责，帮我们打造了一首品牌主题歌，叫做《闪耀爱奇机》。那等一下呢？